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同每段第六段的台联之声，来第四段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台联党党主席刘一鼎哈。好嘞，我相信今天的分析大家听得真清楚了，就是讲吼，伫英德大战内底吼，英德大战已经过啊啦吼。当然，我感觉咱来做肯定赖清德吼，就是讲伫这个表现内底第一点吼，我肯定赖清德有三项，第一项就讲，吼，因为一出来，怎哦这个。所以问危机是啊，出来滴滴啦，滴滴啦，哎、欸，老来说，哎、欸，能见度说关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过一寡过去大家较无清楚的信息有误解物件，你留下有平衡过来，吼、哦，这赖清德有功劳的啦，吼、哦，其实，哦，这其实唔忙一开始就做排斥初选，初选你若讲两个风度较好咧，啊有迄、那个，哦有迄、那个迄、那个，哦有迄、那个迄、那个，听受民进党的心，我感觉会加分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你拖足久啊。有当下骹手开始去烧台，我咧人咧食米哪里咧化烧，化烧无但有人冰冻吼。咱食米粉去烫着作烧，干你屁事你人冰冻吼。这存在台湾存在奇奇怪怪吼。啊、哦，第一点，伊参加就是一个咱爱甲肯定的。第二项吼、哦，这个赖清德的这个过程吼。哦表现了，我感觉甚至伊风度上，伊比出门口，即爱共拍婆啊啦吼，即人咱甲肯定，所以期待讲伊伫即个四年后吼，会当出来拼即、這个吼、哦、拼总统啊。老实讲，即马有啥物英德配也无，迄无啥重要啦吼。讲实，总统迄块副总统迄也无啥小内容，迄有哪无咧，真笑诶吼。第三吼、哦，其实那认真讲起来，伊即个理念上吼，赖清德因为伊对。台湾价值的，包括吼、哦、较独派的概念吼，诶、哦欸，包括这个对这个一寡吼、哦，这个台派被害者的这个心声，伊讲较济啦吼，这点甲台联有相当的吼、哦，相当的契合之处，相会下书来下米吼、哦。但是阮台联的态度就是，既然你初选无过啊，吼、哦，阮未过去人，我啊出来，未安尼吼，啊，阮会专心去支持出门，地位不。后壁佫另外佫造啥物变数出来，我毋敢讲吼。即马就是蔡英文，啊，但是赖清德吼，即、哦、讲真呢，我来个拍破啊，即三点吼、哦。第一点，我讲一解吼、哦。第一点，伊的参选本身就是互蔡英文怎啊扶起来吼、哦。第二点，伊即过程的风度，咱来个听。第三点，吼、哦，伊即、這个吼，伊、哦、的理念啥，他袂讲甲咱即个台湾派甲独派。比较接近啦，我嘛唔敢讲做百分之百较接近吼、哦。你讲伊讲做行政，一定就讲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人啦。那这句话刚讲出去，我相信不会太差啦，未差介济，有时吼、哦、一百分甲八十分，一百分七十分啊，差几分啊、哦。好，不过咱这个部分我是要讲吼，这个那因为已经过去了，卖过，咱的这个之前卖过是差济啦吼。什么啊？那枪都出来了，给我死啦！不要这样啊！吼，你靠腰啊！但是台湾人个性啊，真奇怪吼。这吼，做扣分扣足重啊！吼，不要这样，那要放下来嘛！吼，啊，重点是对手，你对手气压压底下你无看啊！你敢来得，敢你抬看不来啊？这是不对的哈。好来，啊，再讲个其他人，即嘛就桥头来讲是吼，修动还都要困境，我来讲是，甲即嘛王金平类似哈。王金平这有危机无？有危机哦，甲台联种危机意思差不多哦。虽然你咧两个无共党吼，无共阵营的危机，安怎讲？伊即摆一直甲你民调，啊你靠遐你王金平的条仔卡都要未叮当，迄条仔卡要叮当，讲较歹听，迄差不多选举前一个月半个月来叮当，就拢用安尼操作的。啊你要未叮当，你伊甲民调，你甲讲咧啊，十一趴、十二趴啊，同位名啊，无你别卖说了无，这靠遐会抽尿去啦吼，这会。干阿去用黏黏啊水去就是安尼吼，你是靠水靠诶，台联顶边嘛是食着这个，啊伊讲吼，要对投票前七八个，伊民调啊台联从后边啊最好都一点几，啊零点四啊零啊，就是无叫，啊今日阮台联当中迄种啊，迄个另外一个副秘书长兼文宣部主任周美丽怎啊紧去找着这个吼，叫做啊做。高雄的时代力量啊、嗯，哦，去找因个头人叫做陈义起啊，这你应该捌啦，不然好面试个胖噶啊，一出来了吼，哦，佮排第一名啊，迄个唔是安尼，阮黄主席我甲大家报告实在话，
摕600几万吼，后壁买数啊，你讲唔知至少600多万啦吼，摕互因讲，来，恁去家己去舞，家己去喷吼，你唔免拍台联，你只要恁家己摕去恁党去运用，恁去办活动啊，帮台联到邮票倒，叫我有几个地方反映讲也无用迄条啊，也无用台联，只要拢用家己迄、那个吼、哦，一个三角菱形的迄、那个吼、哦，标志拢用迄个标志也无用，吼、哦，用迄啦吼，靠要钱。开了了，怎啊变做吼？迄、那个宣传车吼，宣传车啦，啊有四大项，同介重要传统的这个诶文宣拢无错。宣传车是至少大官的爱三台吧，吼、哦，中官的爱两台吧，小官的一台吧，吼、哦，你像平湖无要创一台，吼、哦，啊有中华大官的嘛三台，吼、哦，拢无半台，吼、哦，啊过来。这个砍棒，砍棒无嘛喷喷啊，关机无啊，三十地啊，七八地，十外地啊，都无半地。第三有啦，有敢那有一地的，在那个中华那个飞机跑道下开还有一地吼，他即马未拆掉。我开车哈，还佫有台人的机啊，佮伊搬烂拆，看到拆了没？哦，砍棒也无，哦，佫来机啊，机啊破掉这一定爱机啊，不是共一个类，哎，一定爱有诶嘛，你。诶，无起起咩嘛？咱社区增加人知哦，台联有你选，有你选，有你选，啊！即意见领袖台派意见领袖来出来给你斗牛，吼、哦，无加减去。我相信，啊，过第四项传单，至少爱一张主传单，应该共是爱两张啦。较早起爱一波，啊，较我选去过一波，号码选过一波，拢无啦。这四项四大皆空，四大皆空的结果就是吼、哦，选票空空。听众朋友，唔通袂记哦。这困难的状态之下，这个宣传拢无出的状态，台联还阁有305000票，这表示其实台联的市场还阁足济吼。诶、哦欸，我咧讲这啥话，你听闻你咁唔能就啊你真笑诶啊你碰风啊你输家惨啊，搁伫遐讲，搁伫遐咧自我安慰吼、哦。我甲大哥这咪自我安慰，这是真正你下听闻你就是要摕300万票，足简单了啊。这个范云，因提我那30万，因给阮那3000票还是4000票吼，30万通票，因是挂着太阳花的光环呢，啊，迄、那个一般民众是怎样讲啊？太阳花就是不是黄国昌的范云啊？吼、哦，其实还佫出台联嘛，是其中一个足重要的系统啊，都无咧讲，因为因少年，所以大家拢佮想做迄就是因，就是因吼，啊嘛无去想讲，嗯，啊范云佮黄国昌这种。支持同婚的啊，嗯，啊都，因个支持了恶劣啊，什么老，什么经济民主的，就是讲公司的股份啊，分了所有劳工的，你社会主义啊，嗯，我咧靠呀，你若知影迄当时，你敢一定会投予时代力量甲泛民，无一定吧，吼、哦，有这因素，啊，台联佫提个30万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即摆要讲一个党，你听就知啊，就是民国党，迄民国党后壁是苗天的，即摆有最近迄、那个。外口拢扛棒拢已经打出来，做什么国会政党联盟吼、哦？我还佫用一张迄、那个，哦，迄、那个苗天发书的这个相片啊，哈、哦。我唔是咧骂因啦，就讲因顶边就是用民国党，一开偌济钱啊，你啊，你小可内行去看因的扛棒，哦，啊，看因这个党员的情形，佮设党部，哦，每一乡镇拢有党部呢，嗯，我来看大各乡镇拢叫10-20个迄、那个乌巴桑小姐出来伫咧分单，哦。开遐大笔钱，我的药同就是3.5亿至4亿中间的数字啊吼，才摕偌济19万尔，又去输台联10几万票呢？嗯，啊那安尼，其实我想要甲大家反证吼，台联其实，伫这个民间、伫社区内底、伫庄卡，这意见领袖，一个人会当发50票、100票，这人还不少。所以台联绝对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以上报告，咱今日时间的关系讲到这，下次讲到这，拜拜。台联的声势若失去，中共的势力就愈大。今仔日你甲看，整个台湾拢乱啊！会使讲过去毋捌看过，即摆会使讲乱到吼，大家毋知台湾未来要何去何从。所以台联扮演的角色足重要。咱明年10月11号，民众伫这个所在拜托，一票一票台联好无？